错。我又没做错，为何认错？要不去劝劝？你确定？还是算了。不认错就分手。哎呀，不至于不至于，阿四就是平时有点呆，没必要分手。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家阿四呢？放肆，怎么跟我一禅兄弟说话呢？你大胆，他就算再无理取闹你也不能凶他呀。闭嘴，不准你说我媳妇儿无理取闹。哎呀，讨厌，谁是你媳妇儿啊？装什么装，你不是做梦都盼着做他媳妇儿吗？听到没有，连你兄弟都看出来我有多爱你了。我也很爱他呀，你怎么就不说了呢？我每天很闲吗？你爱他有胆儿你自己跟他说呀。我爱你，有问题吗？我也爱你，没问题吧？那就别再吵了。阿四高，小铃铛硬，一铲又高又硬。